扎进人间寻找宝藏，地图标识只是一张空床，床的妈妈长得和你很像，除了你也没有别的梦想。吃的食物决定你是瘦是胖，胖子上学上学生在床上闯浪，上司东心西怀进别人的床，最后的结局差不多一样。就像他曾记住鸟儿的鸣唱，蝴蝶飞舞，花儿的芳香。